政府委任工业总会副主席查毅超接替罗范昭芬做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7月1号起生效，任期两年。查毅超是现任科技园董事，从事磅秤生产，拥有丰富的公共服务经验。现任主席罗范昭芬的任期在月底届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感谢罗太对科技园公司的工作以及本港创科生态圈发展的重大贡献，又说在罗太的带领下，科技园一系列的新措施和重要基建项目，例如科技园扩建计划、数据技术中心和先进制造业中心等，都进展良好。